不行，不行，我不会让你杀掉扎克，因为我是要由扎克来杀的。那把手枪，那是从哪里？嘣！这个卖春女，这下可露出非常不良的本性啊！太棒了，你这个女罪人，我来治你的罪，赏你刑罚。藏在你那张毫无感情的脸上的恶魔，最后由我来给你处刑。找死人了！哦，都被枪射中了，还不开心的样子！你这个 GSON 的臭女人，多亏你害我想被，好想杀，想杀的不得了！这不是让我恢复正常了吗？别人的吧，这是现实，快给我歇歇。啊，但是马上又会睡着呢。扎克，哎，哦，哦，根本就是计划通啊！这两个人合作的非常的对，非常的有默契。红色的手枪里面没有放子弹，死掉了。手腕和腹部被大大的切开了。扎克，你还好吗？用膝盖想都知道我肚子很痛吧，扎克。那个时候你切自己的肚子很开心吗？啊！不要把我跟那个 SM 女混为一谈好不好？与其要杀到无罪的你，还不如杀那个女看守。我只是这么想罢了。哎，要看到那个女看守的表情了吧？嗯。那简直是杰作啊！我是赵专的，你也做得很不错啊，多亏了你，我爽快多了。真的？妈，是啊，我除了肚子有点痛，其他地方大概都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好啊，快走吧。已经没问题了吗？啊？才这种程度，算不了什么的啦。我知道了，但是不要逞强哦。不用你说，你就担心你自己吧。等等，扎克，哎，扎克的那个血痕，哎，本来就存在了吗？横旁在一旁的鞭子握柄的部分。附住着很多的按钮，枪吗？啊，怎么啦？原来像是这样子发出声音，枪就会射出子弹。哪路好多？上头并排着许多按钮，看来就是这层楼的控制按装置。没有东西了吗？真的假的？那家伙真的好烦呐！嗯，喂，该怎么办啊？我想，大概操作那个机器的话，是不是就能开门呢？
这个房间的监视影像，影像播放钮，陷阱的启动装置，有了，这是门的开关钮。还真多亏这家伙能够设置这麻烦的机关啊。又通往电梯通道的按钮，也打开那边的门好了。哦，都开都开。这样，电梯通道应该就开了。赞了，干得好，那么走吧。被称赞了。啥？这会接到哪里呀、啊？谁知道呢？熟女房吗？哎哦，最初的那个地方啊，总觉得来过这里，是我们最开始通过的地方哦。啊，所以那家伙就在这么近的地方对我行吗？啊，妈，也没差了，反正已经杀掉了。我记得这里确实还有另外一扇打不开的门，我觉得那边大概是通往电梯的通道。哇，那我们就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。这里又是字迹，写什么？若期望门扉开启，便向神宣示汝之名。倘若汝无存虚位，便宣示技术以身之名，并且明了自身为何人。只是神不需污秽之人。喂，你到底要读那个读到什么时候啊？上面是有写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不是的，没什么。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读得那么认真啊？对不起，已经没问题了，我们走吧。打不开，都在这里了，居然打开打不开吗？喂，不能用刚才的那个有一堆按钮的机器打开吗？我记得在管理用的机器上没有看到电梯的启动开关。再让我稍微的想一下。哦，反正要动脑的事都交给你比较好嘛。我记得在管理用的机器上，说不定在别的地方会有其他的机关呢。这个凹槽，这么说来，刚才的墙上有写着宣示汝之名。宣示汝之名，我记得我们有带着写着名字的东西呢。名牌，向神宣示汝之名，这些名牌上就有写人名，而且墙面上的这个凹槽大小刚好放得进去，但是名牌就只有我跟扎克两个而已。不对，不是用这个。这下应该会动了。喂，那里东西不是还有一块吗？这是多余的，要把这个丢掉。可以吗？好像是不需要的。等等，所以我的名牌是没有用的咯。好啦，走吧。哇，打开啦，要大了。等等，查克真是像个孩子一样，哎，就是走啊，哟，就走了。喂，瑞伊，你可真是干得不错嘛！
你指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把那疯女人一枪打中的那件事啊，真是超级痛快的啦！喂，瑞一，说到底，你为什么会来这栋大楼啊？因为看到我杀人现场，我就来做心理治疗了。当我回神过来，就在最下面一层了。啊！真是莫名其妙啊！还有啊，你用的那把枪不是那女人的吧？那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我的手枪。喂，你那种东西是放在哪里带着走的？就放在车背包里，之前都用手炮包着。自从目击杀人现场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带着，一直都是。那你一开始就用那个不就好了嘛？我是不会自杀的，因为神不会容许自杀的人。不是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而且要杀掉我的人是扎克啊。你啊，你到底是头脑好还是不好？真是让我搞不懂啊。那算了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那个时候对那家伙开枪就是对的。射击时间实在是太棒了，光是想到就想笑。你心情很好呢。啊，嘛，算是吧。你也是对吧？我觉得瑞一跟扎克在一起渐渐学会了笑容了。到了呢？什么声音啊？心跳声？扎克。扎克。扎克，扎克，杀戮的天使啊，欧瓦利啊，这是第二章是吧？我还以为会像上一章一样，有很多很多的关注。这次的关主就只有对刚才的那个疯女人嘛，还不错，整体上的话，对，其实阿许的喉咙真的要爆掉，可能是毕竟阿许是女生，然后声线嘛也偏高，像扎克的配音声线的话，阿许用的非常非常吃力，应该说是会要非常伤喉咙的方式，对，去呈现声音的。那可能昨天的状况下，至少还可以拉，然后今天的状况就是有点拉不出来了。那最近真的是，昨天也是啊，就最近就是有点感冒，所以可能病情加重，现在是鼻塞的状态。结束了，是的，是的，非常非常的棒。我觉得沙漠天使在呈现上真的是让阿奇为之惊艳。对，他算是玩剧情的 RPG， 就是阿奇最喜欢的那一种。对。我不需要太多复杂的解谜，我不需要很深刻的什么东西，对，只要让我玩得很舒服顺利，然后不要卡关，
对，我真的非常讨厌卡关，卡关就是让你的游戏剧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对，那也不需要特别找什么攻略，我从现在到现在，就是一开始到现在，就是一直玩下去这样子。然后我不知道是阿许还是有玩很多游戏后的一些经验，所以导致现在这么顺利，还是怎么样的？还是他这款游戏对于新手来讲是玩得非常非常顺利？对，那好啊，对，不需要太多的废话，就是 EP 2结束了，那我们就是下一章的继续咯。一样，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点个喜欢。是的，那最近好像看到了那个留言选项多了一个爱心的标志，对不对？天啊，如果你的留言留得好的话，阿许会把我的心给你。对，然后对啊，虽然阿许在前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时间，还是一直没有心力去回复留言。那我现在回复方式就是，我觉得你回复的，你讲的东西阿许会回你的，就是我会看到会想回的，我会回你这样子。对，那有一些东西我其实不知道回什么，我就不会刻意去回了。那之前我会至少看过的时候我都会按赞，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。对，就是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，那也都是阿许的动力。对，虽然可能现在留言的人数不多了，对，那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给我留留言打个气，对，那会让我知道你们还在。虽然没有留言，我还是会看喜欢数啊，对，就是我真的很感谢那个未看就有喜欢的观众，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，就是怎么有这么忠实的粉丝，我真的是够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咯，拜拜。